回归自然，无忧无虑。众享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在探索人类健康生活的更多可能。谭伦作为美国杜邦公司和众享实业战略合作的最新成果，让众享人的心愿得以实现。200多年来，杜邦公司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其中，索罗纳是杜邦生物科学的革命性创新，是部分源自植物性原料的新型聚合物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索罗纳被应用于服装家纺等领域，并获得众多知名品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。谭伦是索罗纳聚合物的又一个完美延伸，是填充材料的一次历史性突破，是家纺家居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不同于传统化学发泡材料和化纤材料，谭伦是索罗纳经过切片纺丝组合而成的，整个生产过程高度清洁，零化学添加，真正达到人们对亲肤产品的高品质要求。谭伦将绿色植物融入了人们的生活，不但重新定义了填充材料的环保标准，而且使得填充材料性能也有空前的突破。索罗纳天然永久的立体三维卷曲结构特性和独特的生产加工工艺，赋予了谭伦优越的弹性及回复性。不仅如此，谭伦拥有极佳的透气性，吸湿透湿能力强，真正做到填充材料的清爽快干，实现了人们对填充材料舒适度的追求。人们知道，一款好材料不仅要用起来舒适，而且要健康、清洁、安全。谭伦健康环保，无毒无味，具有其他材料所达不到的耐水洗性能，完美解决了传统填充材料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难题。让每天与人们亲密接触的填充材料做到真正的健康清洁。令人兴奋的是，谭伦耐老化、不变色、天然阻燃，很好地杜绝了一些安全隐患，给谭伦使用者带来了更多保障。谭伦将被广泛应用于孕婴用品、家居家纺用品、文胸罩杯填充、飞机高铁汽车内饰、过滤材料、吸音隔音材料、医疗卫生用品等各类产品，将健康环保融入了人们的生活。未来相信谭伦的价值会得到更多的体现，人们的生活会更美好、更健康、更安全。